各位委员请就坐好，我们现在要准备上课了，好。大家好。请坐，感谢，感谢。稍来咱的时间吼，咱真紧，将这个社会秩序保护法吼，咱甲读一遍，读一遍吼，大家吼。我未当讲我安尼就是要变专家啦吼，但是哦，你伫脑中已经有一个概念，吼啊，秘书长啊，发一本的迄个单行本给恁，主要就是爱大家拢去看，啊，恐惊讲大家等伊了无那无看的时阵哦，都无彩，所以呢，爱我那伫这个所在，甲大家爱甲念一遍，吼，啊，这是呢，大家拢是政务官，哦，啊，马上呐，执政的时阵吼，拢总得爱用着，马上就爱用着，所以真重要。啊，我即马，我来甲大家读一遍，吼，读一遍。啊，我要用迄个北京语啦，吼，因为这个文吼，就是迄个语义吼，语气就是用迄个北京语的迄个语气写的，所以。你念起来较方便，啊，为了心中的起见哦，我念标点符号，我拢不漏掉，哦，我拢会读出来，哦，这点可能大家需要调整一下，哦，调整一下，好，啊，来，咱即马来开始哈，那迄个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哦。你看这个条目吼，就不念，直接我们就进入吼，进入迄个实质条例哈。咱翻到咱那唔知是第几章？第十页是吧？第十页。哦，因为我迄个手上的资料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哈。第十页哈。好。啊，现在咱翻到第十一页，从第零一章开始哈。好，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第0101条立法精神冒号保护社会秩序为本法精神据点，第0102条。立法目的冒号保护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区域社会安全与秩序逗点特立本法据点，第02章适用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第0201条本法适用司法管辖范围指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地括弧台湾地区顿点离岛与附属岛屿即其附属领海或领空括弧得实施本法逗点并得区分地域据点战争或叛乱地域逗点得适用于实施本法据点，第0202条本法所指地域分为三种冒号01为保护社会秩序地域冒号国安参谋联席会指定划分地域据点，02点警戒地域冒号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逗点受战争或叛乱影响应经警戒地域据点，03点接战地域冒号指作战时攻守地域据点
上述各地域逗点，应于时机必要时逗点，区分地域并公告据点。第零三章组织，第零三零一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本法实施后最高决策指挥单位逗点。司法委员会应指挥各级司法单位协助各级国安单位共同保护社会秩序。据点，第零三零二条，国安单位得于各法院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或自行设置军事审判法庭。逗点，各级司法单位应协助国安单位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据点，第零三零三条，国安参谋联席会得指派专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或与各级司法单位成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该主席团为该地域内最高军事审判单位。据点，第零四章指挥与权责，第零四零一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于必要时逗点得指派专员依本法地域内逗点指挥所有各级国安单位顿点行政单位顿点司法单位与其他单位逗点上述所有单位应受该国安参谋联席会专员指挥。据点，第零四零二条，于发生战争交战时逗点各级军事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应接受战地指挥官指挥。据点，其他放过去哈，其他状况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最高指挥机关。据点，第零四零三条，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地域法院交通断绝时，逗点，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域内军事审判单位审判。据点，第零四零一条，该地域内军事法院主席团应将该依本法情况及一切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状况逗点应立即迅速按及呈报至相关各级国安单位与相关各级司法单位。据点，零四零五条，美国军事人员涉入本法时应将该人员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处置。据点，昨天在审查的时候就这一条有人就提出来了哈，就是说美国军人，这里写的是美国军人，那假使英国军人怎么办？日本军人怎么办？我就昨天有提出来，那最后的决议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就是美国军人，其他的通通都当作外国人处置。补上这一条这一点。第零五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零五零一条，关于触犯本法下列罪行之罪名，逗点，军事审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移交法院审判。冒号，第零一点，内乱或外患罪。你们那个恐怕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罪这个字哈。但是昨天有人提出来，最后好像有通过了哈，通过。第零二点，恐怖攻击活动罪。第零三点，妨害社会秩序罪。零四点，
制造谣言并意图造成民众恐慌，据点零五点公共危险罪，据点零六点杀人罪，据点零七点恐吓及辱人勒赎罪，据点零八点暴力强奸罪，据点零九点妨害自由罪，据点第四点强盗及海盗罪，据点十一点非法贩卖货，这里是移转哈，但是昨天有通过，就是要就是说要把这个移转改成制造，制造毒啊，他这个罪比那个前面的那个贩卖啊还要重，哦，所以就把它移转，把它改成制造，啊，一级毒品罪，据点，十二非法贩卖货也是移转，也是要改成制造枪炮和其他重型军备武器罪，据点，十三点。重大诈欺与诈财罪，据点十四重大经济犯罪，据点十五点重大资讯之网络攻击罪，据点十六点重大贪赌公款罪，据点十七点其他未列于上述逗点但仍有重大伤害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之活动罪，据点第零五零二条国安相关单位为保护社会秩序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冒号零一点必要时得停止或解散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逗点并取缔言论讲学顿点新闻顿点媒体顿点广告顿点其他各类资讯传播方式与社会秩序保护认为有妨害者据点第零二点认为确实有碍社会秩序保护顿点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组织顿点宗教或宗祠相关活动据点第零三点对于人民罢市顿点罢工顿点罢课或其他罢业逗点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据点零四点得拆阅邮件顿点电报或拦截电子邮件逗点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五点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顿点车辆顿点航空机及其他通信或交通工具逗点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逗点并得阻止其主要道路及航线据点零六点得检查哦昨天有加哈，在检查下面就是说，认为有嫌疑旅客之，不对 ，OK， 好，这个我当时没有写好啊，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大概语义都差不多了哈。零六点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了，你有嫌疑的话就可以把他就可以给他检查。零七点以实际之必要逗点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顿点兵器及其他危险物品逗点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八点对于本法司法管辖境内之建筑物顿点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逗点得施行检查逗点但不得故意损害据点零九点寄居于地域内者逗点必要时得命其退出逗点并得
对其迁入、限制或禁止。句点，词点，不得已时，逗点，得增调，顿点，破坏或损毁民众之动产或与不动产，逗点，适用，应适用或全额以上之补偿。句点，十一点，不得已时，民间之所有财产及一切资源，逗点。得施行检查与调查登记，逗点，必要时并得禁止其流通，逗点，并必须征收者应给予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章刑法与法则。第零六零一条，刑法有以下两项，冒号，零一点，死刑，句点，零二点，鞭刑，句点，法则则有以下七项，冒号，零一点，拘役，句点，零二点，强制安置，句点，零三点，居住，限制居住，逗点，得上电子铐。或其他类似 GPS 定位系统，句点，零四点，指定课程在学习，句点，零五点，社会劳动服务，句点，零六点哈是罚款哈，这个议长哦，他有那个决定说要把它取消掉，因为罚款不要，我们用其他呢。用其他的，就是说，像社区服务啊，哦，要去上课啊等等，这个罚款会把它取消掉，哦，不罚款了，哦，因为你什么东东都在罚款，哦，这里面会有弊端呐、啊。这是参议院的议长他的建议，我们大家认为通过。好，零七点，其他经国安相关单位逗点，论点，司法相关单位与各级矫正局建议之法则，据点，本法得刑法与多法则交替执行，逗点，但需依照判例与罪犯或罪行之适当性，据点，第0602条，侵犯本法之外国人于受本刑法和法则之后，逗点，得予以驱离出境，逗点，列入不受欢迎入境外国人，逗点，并得禁止该不受欢迎之外国人入境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据点，第0603条，本法应按判例判决与做成判决书，据点，但在无判例前，逗点，经国安单位与司法单位指派之专员研究后，逗点，形成本法第0601条之判例，据点，判例得参照本法第1001条之公开判决资讯，据点，第七章啊，第零七章，我们恐怕没有办法把它念完，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回去再大家靠大家把它念完。第零七章刑法与法则裁量基准要点，第0701条，各刑法与法则裁量基准点都得。相关审判人员应注意以下七项裁量要点，冒号，零一点，造成实质伤害与实质损害性，据点，零二点，是否诚实坦诚犯罪，据点，零三点，是否配合调查，据点，零四点，是否态度良好有悔过之心，据点，
零五点，是否加害者对于受害者有适当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点，是否被害者与其家属愿意原谅加害者？据点。零七点，社会整体之观感。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零八章，执行刑法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零八零一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较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据点。第零八零二条，执行鞭刑逗点，应考量罪犯之身体状况，并得分批分次执行。逗点，执行前需有专职医生鉴定其身体状况良好，方得执行。据点，对于受刑中罪犯明显有失去生命与残废之情况，逗点，应立即停止执行该鞭刑。据点，罪犯受刑中应有医疗紧急单位在介护。据点。第零八零三条，执行本法第零八零一条与第零八零二条之审判与执法人员应有本免责条款。逗点，除非能经证实属于明显故意之行为。逗点，并导致受刑犯直接或间接死亡或残废。据点。第零八零四条，因审判过程有轻不误判或执行不当，导致受刑人死亡、顿点、残废和受罚而严重伤害其权益者，顿点，得依本法第一二零二条请求赔偿基金赔偿。好，那我们已经那个哈，时间到了，那我就念到第八章哈，剩下的呢只有剩下几章都是很短，请各位回去的时候务必把它看完，因为这是太重要了，因为你们将来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都会用到哦，所以大家务必一定要把它看，让它引起兴趣的话，把所有的五个法案哦，还有个基本法案也要把它看完。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课就到这里，谢谢，感谢。谢谢我们的司法委员长，然后再一次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要吃饭了哈，我们一样学习我们的态度。